晨所有的美女小姐，那我们今天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这个特别由我们江主席、李秘书长以及我们现场的三位议员，我们一起来给我们恩主公这个整个医护人员来做加油打气。那我们现场我们的李副院长也在莅临现场，那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的好，我们口罩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非正式的活动也正式开始。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请我们各位女朋友，今天我们来到恩主公医院，主要呢是来做防疫物资。那国民党在这段防疫的期间，我们方发起防疫我加一的活动，已经陆陆续续的到各个地方、各个医院，或者是防疫的前线啊，我们提供物资，包括像口罩啦、面罩啦，或护目镜。隔离衣啊，以及还有其他的啊，当然有时候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当地的一带等等也会陆续的加码啊，像今天又有人加码，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啊共襄盛举啊，来帮忙我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能做的就是当医护人员跟防疫人员的后盾跟后援，所以不限啊，但是我们尽量啊。那将来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需求，欢迎让我们知道啊。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恩主公医院啊。那前阵子也我看到新闻报道哈，你们也投入了一些功夫，但是呢，我真的最辛苦的还是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时候很辛苦，但是可能会被误解啊。那有时候很辛苦，但是外面的人不辛苦。所以这部分呢，我们真的表达对我们第一线医护人员我们感谢感恩哈。那最后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远离我们。但是目前看起来，虽然每一天的确诊数都相对比较少了啊，但是呢，面对新的变种病毒，尤其像Delta病毒，我们还是很担心哈。那所以最重要的，能够取得足够安全的疫苗，可能还是关键的。我常讲，如果没有足够安全的疫苗，其实啊，最辛苦的是第一线的医护他永远忙不完，因为我们的疫情有可能就会起起伏伏，上上下下那最后最累的、最辛苦的还是医护，所以取得疫苗不只是保护我们所有的民众。更重要的是确保我们的医疗量能够不会在这一次的抗疫的作战当中不管是新生或者是大量的这个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呼吁我们的政府，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帮忙取得安全、有效跟足够的疫苗那最后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恩主公医院，你们辛苦了那我们尽力来帮忙，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江主席那接下来我们请李副院长来致个词。首先还是要谢谢江主席、李主任这边有这么多社会这么热情的好朋友来帮助我们医院其实都是大家需要的。对抗这个疫情，其实大家没有办法，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医护人员第一个就是他们坚守他们的岗位。那虽然很辛苦，但有大家的支持，是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去对抗。我们的理念不断为我们社区民众跟我们所我们的健康走出大家的一个
安全，他们这个会持续全员进行加固。那在这边谢谢大家的观察，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李副院长。那接下来会长，我也简单介绍我们自己的政治立场。李天龙、李副院长，还有我们江启生江议员、黄永昌黄议员、林清杰林议员、洪家军洪议员，都是我们这辖区的在地的议员，一起来为恩主公加油打气。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拿一起？好，这个就是。好，谢谢。好，我们刚才希望我们的政府好好加油，让足够的疫苗能够赶快到台湾，让人民的安心的生活。我们一起喊防疫我加一，大家一起来，预备开始，防疫我加一，大家一起来，要不要再一次？好，来，防疫我加一，大家一起来。好，谢谢，谢谢现场的媒体先生小姐哈，谢谢。超嗨啊！好啊，谢谢。好。好，媒体有没有联访？有啊，就让媒体用麦克风。